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最在地的港都新闻，我是翁玉文。今天是民国100年的6月9号，在高雄发生哪些重要大事？接下来的30分钟里头，我们要和你一块前往关心新闻。首先带你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塑化剂风暴横扫全台，一群抗癌志工以罹患乳癌的亲身经验，在今天发表得奖过的料理食谱。又到毕业季节，中山工商为了给毕业生难忘的回忆，设下体能挑战关卡，要连闯9关才能毕业。高雄车展登场，今年的规模更为盛大，还号称是20年来展出阵容最为坚强的一次。新闻一开始要带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塑化剂的黑心食品风暴，截至目前为止还是烧不停。现在很多人都会问了，到底要吃什么才安心呢？这个问题或许一群乳癌的病友志工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自从他们发现自己罹患了癌症之后，特别注重的是健康饮食，而现在他们推出了得过奖的料理来推广健康食谱。打开锅盖，香味扑鼻，一锅元气燕麦粥，色香味俱全。香味俱全，好像营养，还有能够提升它的红血球、白血球的那个基础。你知道，它我们自己是过来人，在这个过程很辛苦。那如果说他不想吃东西，啊，可是不吃，下次又要打化疗，怎么办？当然是爱营养，爱补充。包括元气燕麦粥在内，端上台面的每道菜大有来头，在抗癌元气料理竞赛中脱颖而出，一共得到那个4个奖。第一个就是追踪那个治疗中的冠军，再来是追踪的亚军，然后呢私房菜的第一名，然后呢比赛速那个买菜速度哈、第二名，那一共拿4个奖。负责掌厨的木棉花关怀俱乐部志工都是乳癌病友，烹调的重点摆在让接受化疗的癌症病友有食欲，补充抗癌体力，食材当然也不马虎。治疗中跟治疗后的饮食，事实上很多人会发生很多很疑惑的状态，那但是他们在这个观念上基本上我觉得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像有一些调味料的运用，他们也知道说他不要去找加工品，所以他会把沙茶酱换成荞麦酱，会把我们一般用的一些加工用的所谓的醋，他可以用这个柠檬汁或者是柳橙的鲜汁去做一个调配，我觉得这基本上是非常的聪明啊。取名为步步高升的这一道其实是补元气的番茄牛肉汤，而这道以使用材料命名的爱坡幸福卷，内含菠菜、杏仁片、杏鲍菇，还有胡萝卜。包装精美的御用新鲜鲑鱼饭团，则被评审称赞有专业水准。靠着独门菜色，吃进嘴的是健康。志工们笑说，因此还躲过了塑化剂食品风暴。我们是因病得福，因为呢，我21年前得乳癌以后呢，我几乎就是很多菜都自己做，比如这球就是说哈，都没有掺那个化学那个原料下去，新鲜的番茄穿烫去皮，然后果汁机打，然后再稍微勾芡，所以它是很天然的。抗癌过程吃出了健康心得，还大方分享食谱的内容。这一群赴癌志工要用亲身经历推广健康饮食的好手艺。港都新闻员朱雨虹采访报道。大高雄地区学术界扮演重要智库角色的高雄学员发展委员会，在今天进行了主委还有副主委的交接仪式。高雄市长陈菊特别到场来观礼，并且期许在未来大高雄地区27所学校能够发挥专业，给市政建设好建议。在高雄市长陈菊兼交之下，第一任高雄学员发展委员会主委完成交接。陈菊期盼未来能结合大高雄27所大学各自的专业领域，成为市政发展的重要智库。高雄大高雄地区有那么多优质的校长，有那么多优质的学校，我想应该在校长的领导之下，这些优质的学校都应该作为未来大高雄发展我们的智库，我们应该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学校的专长，让我们所有的努力，让我们所有的资源都是有效的应用。
集合高雄点保西沿岸七所大学的高雄学员发展委员会三年前正式成立，主要办理高雄地区大学艺文活动和协助公部门执行学术发展计划。陈菊表示，目前高雄学员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未来希望能持续关心大高雄的公共议题，提供更多施政重要参考意见。港都新闻黄兰君、刘志善采访报道。在县市合并之后，市府有两个相当重要的施政理念，那就是弱势优先还有高高平等，把这样的想法落实在为民服务的工作上。从即日起，包括旗山、凤山还有冈山等三山的区公所要帮高雄市民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马天平扶正上山协助弱势高雄市民伸张正义，优先照顾弱势族群和兼顾高高平等，是否选择从偏远地区来着手，锁定旗山、冈山、凤山区公所开办的新服务，正式起跑。从一个开始，咱有足多问题，市政府从来唔惊有问题，阮愿意面对，政府也是唔对，阮来检讨。啊，所以讲，大家人做你有啥物问题，尽量。来找律师，啊，尽量来咱利用这个时间，啊，来吃，啊，我希望咱区公所每一个市民朋友来咱区公所要求律师，我希望区公所要有一个好的服务中心。和民间团体合作，请来律师到区公所里作证，任何有关法律的疑难杂症，通通开放市民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市长还找机会和基层的邻长面对面。把提供新服务的讯息带到基层第一线，为民服务的过程强调要多点体贴。港都新闻刘志善采访报道。也和县市合并有关，在原高雄县的部分，许多的社区营造工作，当初如果说缺乏经费的话，那么可以向乡公所或是乡镇市公所来请求资源的协助。不过现在在合并改制之后，原本的乡镇市公所现在是区公所，几乎可以说是只有行政的功能。不过很多社区呢，不忍心看到社区营造的成果因此荒废，很多的志工是咬牙苦撑。这是大寮区曾经获得全国优良示范社区的西寮里，在社区志工用心的维护之下，整个社区花草扶疏，景观相当的美丽。不过这样的光景不知道还能够撑多久。社区理事长指着小公园破损的围篱还有洒水器具，这些设施平常需要不少钱来进行维护，但是在县市合并之后已经出现缺乏经费的窘境。现在合并之后高雄市吼，计是咱想讲较无重视这吼，吼，咱想讲要搞拢做新的啦，吼啊旧的咱想讲旧的，今朝才水电表，吼啊你要放伊，就真无彩啦。吼，咱社区要继续运作嘞，你是一些基本的，爱阮敬畏啦，吼对不对啦？每个星期六早上5:30，阮就拢主动拢就出来遮整理、口罩啊、啦扫地啊，一定是拢固定的。啊，你若临时。那是各有每个在各有增加一寡什么，每个剪树啊，要剪草啊啥。我那是叫人啊，大家一窝蜂的，义不容辞啊。因为爱自己的社区，所以主动帮忙。尽管许多无奈，但是社区营造及基层建设过去可以透过乡公所经费补助顺利推动，但是在县市合并之后，经费来源不明，让基层各个叫苦连连。各方公派，啊，整个现在都没有经费啊。我们哪里去拿这么多的经费来？这个自己每次都是我们自己出，啊，我们的经费从哪里来？就没办法，就放这样了啊，变成很不好看啊。本来这个晚上哦，灯一亮，就一个图啊，就我们社区的一个图案在这边呢、啊。为了好不容易才营造出来的社区景点能够继续经营，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自掏腰包咬牙苦撑，但是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早重视基层的需求，给予协助和支援，别让社区美丽的景观、志工付出的成果在县市合并之后消失殆尽。港都新闻黄兰君、潘志光采访报道。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带你一块来关心的是大寮区的中山工商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应届毕业生留下深刻印象。校方办了一场毕业的挑战赛，在这当中设下了九道的体能关卡，所有的学生必须要互相合作才能够克服难关，而走过了这九道关卡，才象征高中的生涯整整的画下句号。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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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校长鸣枪，毕业生高喊口号，接着像是新兵入伍一样开始挑战重重关卡。不管是冲破轮胎阵的疾风冒雨，或是匍匐前进的匍匐生威，同学必须突破障碍，克服难关。接下来这一关独步天下，让同学通过独木桥挑战平衡能力，可是让每个人走得战战兢兢。你的团队精神真的难得一见的画面啊！但这还不够看，六六大顺这一关看似简单，但同学必须凭着过人的背力才能够攀上高台。而就在滑下水池的那一刹那，全身湿透，心情也跟着嗨翻天。很好玩，就应该就我们学校这个而已吧。还不错，很爽。很特别啊，很爽，留下很深刻的。会。中山工商让学生在毕业前夕留下深刻印象，特别规划毕业挑战赛，全班同学必须闯过九道关卡，最后再由老师登上高台挥旗呐喊，象征胜券在握。觉得很高兴啊，因为毕竟带了他们三年都有感情了，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陪他们度过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啊，二是真的说在他们上大学以前，这是我能够唯一做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毕业典礼比较过于严肃，如果说在毕业典礼之前让学生、老师还有行政人员一起来设计规划有趣味性的、刺激性的、有挑战性的，班上有老师跟学一起活动，可能会留下他们终身的难忘的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刚才他必须要发挥团队团队的精神，而且大家要互相扶持、互相合作，而且他有一点点艰难、有一点困难性，也是教育孩子碰到困难要想办法去克服、去突破。毕业挑战赛，走走走！师生同甘共苦，达成任务，画下完美句点。过程中，尽管每位同学都在艳阳下挥汗挑战，但每一滴流下的汗水，就和高中生涯一样，化作感动，留下深刻印象。可能是翁院公如瑶采访报道。继续带您一块来关心的是，垦丁高雄市民的消费能力号称是20年来规模最大的国际车展，在高雄登场了。参展的厂商不但是涵盖国内外的知名大厂，展出的车辆功能呢也是相当的多元，垦丁能够让爱车的民众大饱眼福。俊男美女围绕在高级轿车旁，透过肢体语言展示高级轿车的内装。这场号称是南台湾20年来首次最盛大的国际车展，各款名牌跑车、经典款式齐聚亮相，巨星云集的场面让参观的民众大呼过瘾。你如果有需要的话，还有你这个经济方面许可的话，哈，也有在考虑这个考虑购车的这个这个想法了，这样子啊。像尤其在南部的这些这个大家的这个消费群哦，对于所谓这个口碑特别的重视，有左右邻居啊，你在买车的时候多多少都会去打听哦。那所以呢，在北部很多都是会因为大众媒体看了广告来看这个车辆，南部呢介绍还有朋友之间的推荐，口碑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一个最大的差别，所以在南部的这个汽车市场上，这个品质啦，或者是这个使用上面的口碑是更重要。动辄数百万的名牌跑车，光是听引擎启动的声音就让人血脉喷张，尊荣极致的车型更让人不想移动目光。看准南台湾高雄的消费能力，这场集合国内外经典车款的车展亮眼登场，不仅吸引车迷聚焦，也成为车商争相试探南台湾的车市大饼的暖身秀。港都新闻黄连军、郑景宏采访报道。